大家好，我是傑志中廠高元智。其實我是大連那邊的身材呢，又不夠高，跑得又不夠快，體能又不是那麼好，好彩是有些技術和有腦子。其實我以前小的教練很明白跟你講的，他都跟自己跟我說，你現在的身體質素你都是靠這裡快過人家，所以你才踢到球的，如果你連這裡都沒有了，那麼應該都踢不到球了。我覺得腦應該沒得練，是應該天生的，我覺得。但是你要可以學習一些人家的踢球的方式，或者怎麼說呢，其實可以加強他們，或者說打中場的教練和我觀察是很重要的。你要想，你要特別是進攻中場，你要想快過人家一步或者兩步，你要想未落步之前要想下一步，或者就是下一步怎麼做咯。始終近十年，我覺得香港最好的球會咁一定係傑志啦。佢係一個冠軍嘅球隊嚟嘅，我都想加盟一個可以令自己攞到冠軍嘅球會咯，係咯。係啊，我認為上一個係我嚟落嚟香港踢波咁多年係表現最好嘅一個咯，係咯。唔論係個表現啊，同埋身體上啊，全部係最好咯，係我覺得。之前踢東方，我做到主大圍啦，主大圍四五年，所以都冇咩問題，都係。但係傑志呢度要練波方面好多，始終石門有自己嘅基地啊，自己嘅中心嘅，同埋要近我屋企嘅。練完波要唔會俾啲阿嬸啊、阿叔嗰啲趕走咯？啲咯係咯，你要屬於嘅自己個中心、自己嘅基地，好似自己屋企一樣咯，係咯。我係傑志中場高元智，11月24號。请一场支持傑志。